小妹，你好啊！你好。哎，陈卫东，陈老板在不在店里啊？在呀，你是？我是他朋友啊，我过来找他谈一点生意，很重要的生意啊，你帮我叫一下啦。好啊，等着。谢谢了，小妹，快一点啊！谁呀？谁找？找我兄弟，陈老板，对，我是。啊，你不认识我啦？哎呀，陈老板你好健忘啊！你仔细的看一看我，你忘了那年咱们在一起谈生意，还在海浪花一起吃饭呢。海浪花。哎呀，再看的仔细一点。操！你记着，三扁瓜是我朋友，再欺负他我整死你，听见了吗？哎，你给我拦住他！单挑还是群殴？单挑！我操你妈呀，傻逼！就回来了吗？啊，办完了啊？多长时间呢？就办完了？哎呀，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。给小爷备酒吧。深夜太牛逼了！哎呀，哥，你能查出昨天谁踹了我吗？是谁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肯定是刘海柱的兄弟或者朋友啥的。哥。那咱找刘海柱去。慎重点吧，上了岁数的混子谁不知道，这个刘海柱，那是出了名的打架不要命啊！打架不要命，我他妈打架也不要命！兄弟，咱现在生意不错，和气生财啊！我看这事儿啊，就那么算了。啥？你说啥？算了。那你啥意思啊？找刘海柱去，废了他，不废他，我赵山河以后怎么混？兄弟，刘海柱混社会那会儿你还小，他以前那些事儿，你是不知道。他如果真那么牛逼，他至于修自行车吗？啊，我就不相信我赵山河打不过他。是，要打架你指定没问题啊，很多事不是能打就行呢。据我所知，他现在跟赵红兵那伙走得也挺近。赵红兵怎么了？没怎么的，可人家干趴下了二虎子，又跟李老棍子干了那么几仗，愣是没吃啥亏，人家现在名气可大了。他就是个鸡巴。那你到底想怎么着？废了刘海柱。废完呢？废完就完了，还怎么着啊？你说完了就完了啊？人刘海柱那么十多年是白混的，人家自个儿兄弟就不少，再加赵红斌那伙，那可是个个拿着大杆枪就敢朝你轰了住，你知道吗？你让他朝我这儿轰试试！哎呦我操！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？行行行，你爱咋地咋地，想干啥干啥，嘚儿喝。我他妈非废了刘海柱给你看看！那剧毒的玩意儿！你这是怎么了呀，爹？操你妈的！刘海柱这人踢的，我他妈非得干死他！
住，你怎么仗上他了呀？你哥怎么说的？我找我哥商量了，这逼是真你妈逼没杆儿。我问你，我认识你哥十年了，你认识你哥二十年了，你哥他是那胆小的人吗？但你妈逼这逼这次是真怂。我跟你说，不是你哥怂，是那刘海柱他真的不好惹，他可是出了名的打架不要命。就80年、81年那会儿，那傻子拿着一把镐头，平了全市大大小小几乎所有的混子呢。我他妈不用镐头就能平，你见我要过命吗？你不要命，我怎么办？那你说怎么办？我倒是听说那个李老棍子好像跟刘海柱也有过节似的，要不我问问他愿不愿意帮你啊？我他妈收拾一破收拾自行车的，我还得找人是吗？啊？你知道那刘海柱他手底下有多少兄弟吗？操！赵红兵他们那帮人你知道吧？我好几次经过赵红兵他们旅店的时候，都看见他们几个在里面吃吃喝喝，那关系铁着呢。给我惹急眼了，我他妈把赵红兵一起废了。行了，宝贝儿，啊，别担心，我有办法。李老哥，你就看我面子上，再考虑考虑呗。没什么好考虑的，我李老棍子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。妹子，你神神秘秘是要带我去哪儿啊？要干刘海柱，还缺一个人呢。谁呀？你是刘海柱吗？我问你是不是刘海柱？找我干鸡巴啥？没别事儿，你哥们儿给我哥打。不，你能鸡巴听懂人话不？我问你找我干鸡毛？你哥们儿给我哥打了，我来跟你要人来。不，你个小逼崽子，你跟谁俩呢？你来跟我要人，你交还是不交？你刘大爷，我混了这么些年，讲话了，我还真鸡巴不知道啥叫交人儿。单挑。哎呀！
你干啥呢？上去干他就完了呗，就。道。我。你。赵山河。单打独斗都不是刘海柱的对手吧？啊？你有必胜把握吗？啊？让赵山河这大傻逼先冲上去弄你俩。啊？如果说赵山河输得很惨，我们就得冲上去送死了。如果赵山河跟刘海柱打个两败俱伤，那个时候再来个螳螂捕蝉，家丑在后。老邪，你这有点不仗义了吧？仗义也得看情况。